battle，ready battle。各位观众，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武林风南阳镇的比赛，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，在我身边的是中华英雄王洪翔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洪翔。先为各位带来七十公斤级的比赛，红方董文飞，蓝方迪马维摩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好，这个蓝方迪马维摩是德国警察，跟这个科尔一样，然后他目前在最危险的汉堡警局里面执勤，也在警察大学当过教官。哦，因为国外有很多的选手是有职业的啊，其他职业的，对啊。那么这个迪马啊，也是这样一位选手，是啊。他受到李小龙的影响，十二岁开始去打空手道，然后拿到黑带，然后目前身上啊一堆腰带、啊，也是一个这个从很小就开始接触这种搏击啊、这种武术啊这样的一个选手，对啊。那因为他得过这个癌症嘛，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个平常饮食的一个营养健康。嗯。那至于这个蓝方迪马，他的自由搏击一个缺点是他的一个平衡感比较差，如果你跟他接腿摔的话，他很容易倒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董文飞可以好好利用的。是。那么董文飞这位选手恰恰又是一位虽然是散打选手出身，他的这种打法觉得很自由搏击啊，因为他喜欢打重击，对，况且喜欢压制性打法，是啊，况且受伤之前啊，真的是经常的是 KO 对方啊，是啊，而且令大家津津乐道的是跟三大天王都打过啊，这个波球克劳斯还有这个安迪苏瓦、都打过啊，所以令大家印象深刻。嗯，那么一开始董文飞就开始啊、一个是压制性，一个是开始这种重击，是啊。那这个迪马也在我们武林风出现过好几次了，曾经 KO 过中方选手啊，也曾经在2013走进杜拜时击败孙维强啊，所以是相当的强悍。嗯，这事实上呢，他已经打了2年的职业拳击了，最近2年打职业拳击更恐怖啊，他的 KO 率更高。哦，因为在职业拳击，人家不会摔他，所以他是站得非常稳，很稳的去发挥。嗯，他拳法非常好，刚才看到了他的这种拳法的这种变化啊，路线的变化，包括落点啊，都非常的精准。是。哦，你看，一个是前手的摆拳。然后董文飞是这一次是回到了广东队去训练，徐基福也在那边。然后帮助他把状态快速的恢复回来。然后这一次董文飞想跟对方打中近距离，而对方的拳呢、恰好也是中近距离是他最好发挥的，是所以要特别小心。是。哦，那相对来说他的腿法可能是他的弱，是因为刚董文飞提膝格挡，是对方受不了。然后第二局比赛开始了。那么在第一局当中啊，这个董文飞也一直在找这种感觉，场上的感觉和进攻和防守的转换。对，那董文飞做这种快速的击打，组合击打，让对方呢比较没办法去防守。嗯。那董文飞整个击打的线路啊，其实跟这个克劳斯很像，拳出完之后再加一个地砍踢做收尾。是。两拳一腿啊，是三拳一腿、是的、都是地砍踢收尾的，是，而且砍踢的路线很漂亮，对方提膝格挡都不一定挡得住。嗯，我觉得董云飞再加上一个最后的一个膝法收尾，我觉得会效果也会非常好。刚刚有一个变成一个膝撞，撞大腿，撞大腿，变成不是砍踢的，用膝撞撞大腿也不错，加膝法了。而且你看对方下盘是比较不稳，是用推的都会打，是平衡啊，是平衡感很差。啊，有时候平衡感是天生的，是。哦，一直在砍踢，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迪马的这个弱点啊，是腿法上的弱点。那么迪马在拳法上确实的是路线非常好，是，所以说好追到了。从防守和进攻上来说，董文飞一直没有在拳法上、重拳上找到这种突破口。而且可以观察到，董文飞一推迪马，迪马是没办法站桩的，他要往后跳好几步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现象。一般是重心往下沉就可以了，他变成一直会往后退，有点像站不住脚的一个感觉。是。又退了。撑不住，嗯，推完之后，我觉得董文飞再加一些动作是，不过对方有拳啊，也是会忌惮三分的，加了扫踢，我觉得会好一些。
好，在第二回合董文飞一样表现得不错。因为在赛前还是有很多人为董文飞有点担心呢、不知道他状况有没有回来。那第二回合表现是可以的，是一个是状态，还有一个是他的这种腰伤，是啊，那毕竟是离开了这几年的时间啊，两年了，两年。我上一次解说他比赛是香港站的比赛，他本来要找这个恩迪苏啊，这个复仇的，但恩迪苏啊，这个那场比赛手受伤没办法打。好 ，Ready Fight！ 好，最后一回合，刚才这个我们的喊麦大哥喊 Second Out，Second Out 就是助理出去的意思。Second 就是一个那个秒的同一个英文字，但它代表助理，场上助理出去 Second Out。是，跟各位科普一下，这是我们在场外的一些细节啊。对，英文的术语。是，那么在比赛当中呢，我们也知道，一个是缠手，现在缠手啊，对于手的保护啊，越来越。是的，要斗法，大斗法。是，因为每一个团队都希望为他的选手啊争取到最大的优势，最大的优势，最大的这种对啊。以前像比如搓垫片啊，垫一个软片啊，或者是搓条啊，现在都不行了。对。啊，这赛后我会拍照片给大家看，就是什么叫搓条，什么叫垫片啊，可能大家比较理解一点。很多程序啊。对。啊，很多高明的这个会绑这个缠手的、可以把这个对手自己的队员的手啊变成一个锤子一样，很硬啊，很硬，很坚实，是啊，所以说这种击打的这种分量就会增加，对，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呢、就目前在这个拳风的部分都是不能用胶布去贴的，不能去硬化它、强化它，是都要用纱布，是。董文飞的加强了拳法的进攻，是啊，跟对方拼拳，那对方恰巧也是拳法比较高明的，哦，他们换了一个拳，那这也是董文飞的一个战术嘛，跟他硬碰硬没办法，中近距离，好，上勾拳漂亮，有。这一次一直延长的进攻，是啊，董文飞的体能有些下降，没有跟上，对。然后最后那个铲踢还是有进去。现在剩下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，能够董文飞能不能集气，把这个力量速度再拉上来？速度稍微因为体能的原因稍微迟缓了一些，现在越来越迟缓，是那么也是想着尽量的往前走，重心往前走，是其实董文飞如果多摔这个迪马几次的话，他体力很快就下滑了，那很可惜没有用到这个战术，是因为董文飞在这种这一局吸啊用的少了一些，这个神行步伐是躲得漂亮，三千跟上，这个跳膝，掌握的时机非常好，推在对手，推完对手之后立马就跟上那个跳膝，好，来漂亮，好的，这场比赛董文飞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呢希望他后续把他巅峰期的那个爆发力把他拿回来，对对对，还需要几场比赛吧，还需要一两场比赛，因为这样他高低手的变化、二次启动啊、飞机上头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才出得来，才有效果，是
现在宣布比赛结果。一号裁判29-28，二号裁判29-28，三号裁判29-28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